我们马上要进入莫星达七层，手动关闭右侧主推进器，利用两个辅助推进器螺旋式飞行。 丹尼，丹尼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启动舰体，自检程序。 流弹只剩下氧化，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三，而且快速上升中。 其他舱位，靠近循环系统。